哦，就是清淡的一餐，有什么？土豆、油菜、米饭，米饭里加了那个叫什么来着？燕麦片儿，然后加点盐，我试试看味道怎么样。完全是健康餐，油都没加。啊，土豆。不错，这土豆味儿，一大锅吃的，啊对，忘说了，还有黄瓜片儿，黄瓜的味道，这是油菜呀、啊，超市里叫上海青，青菜的味道，还有米饭，吃一吃。绝对健康的食物，就缺点蛋白质。下回再买点鸡胸肉吃。好了，就到这里吧，我继续吃了，再见。